为我害怕想起你，害怕想起你。你先问吧，我先问。好，那要开始的两位，请按下这个按钮。好，来准备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。第一问由陈俊问金靖。还记得我们杀青的时候互送的香薰蜡烛吗？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起我吗？会想起我吗？就是我把它藏起来了，因为我害怕想起你，害怕想起你。我送你的蜡烛你有用吗？我每天都有用。真懒得这么耐用，送了一打。能不能休息一下，我脸好红啊。没有这样。哇，没事，还有一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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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擦一下，都是汗。擦在人家腿上。哇，你这一碰他，你看碰腿，哇，109。你眼睛烦时候受的伤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哎呦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操！问中了，真的。有公子伤在，他就是好。原来真的有演员走不出来。最高陈俊是到124，金靖到122，124122，他们的总和是246。天哪！天哪！金靖，我再也不会觉得你们在开玩笑了。还真的，汗都出来了，哇，好大呀！真的好厉害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金靖，你是属于慢热型的，因为陈俊是一上来就往前突突突突冲，你前面一直80多80多，后来直到那个。他问到第二题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开始，孙晨君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题呀？想了一宿。好，这两位因为有这个一起合作过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那个聊天的密码。下面这两位就精彩了哦，他们刚认识，对。